Everyone, welcome back, or welcome to. I'm Allie. We're watching History 5, Love and Future, Episodes 2. So let's get this a series. I know, I hate when that happens. Hey, Ami. Hey. I knew it was a dream. Hey, Sam. 帮我查一个人。 戴哲尼, 穿戴的戴, 哲学的哲, 尼采的尼. Okay. Oh.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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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个两瓶，说不定我醒来就回去了。啊，这回又用不着鬼。怎么样啊？好啊，一切还好吗？好，很好。 非常好，嗯，你没搞破坏就好。拜托，我这个人罪有自知之明的。你借我住的地方，我保证爱惜公。他是未来要跟我结婚的候选人，条件当然不会太差呀。不是，可是这些资料我上网随便找都找得到，光凭这些我要怎么接近他？那你还想知道什么？ 啊，他喜欢吃什么？不管他喜欢吃什么，和牛。哎，不对不对，珍珠包他也蛮喜欢的。好，那第二题，他平常喜欢喝什么酒？我喜欢喝 whisky， 女生就红酒吧。 怎么会有男朋友连自己女朋友喜欢喝什么酒都不知道啊？ I don't drink. 算了算了，没问题，一周。但我要现金。现金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一周之内没找到他，我要你付双倍的违约金。成交。爽快。不用一个礼拜，我一定就能回去了。你罚再多倍，我也不怕。哼，不出冤大头。 所以让你瞧。 I love this. 哎，总机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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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你到下一班吧。好，等一下。 行，好，那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刚最后一个进来的，你先出去。不好意思。王经理。 So what do you need to talk about? 你不是有事情要交代吗？ 我交代完了。我就是要你进电梯。刚刚明明就是你站前面，为什么要做那些没有意义的礼让？以后不要这样了。好，谢谢董经理。 不知道他在听什么。秦静。
是啊，吃过早餐吗？那正好，有一家网红早餐店想要进驻海神百货，我想找年轻人试一下口味。好，没问题。那你开动吧。在这里。怎么吗？哦，没有。方法哦，与其在这边自己一个人生气，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强，强到没有人敢欺负你，因为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哦。谢谢大哥哥，加油，好好长大。Oh my！ 这太好看了吧！这22年时间，世界已经变成这副德行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干活了。林怀恩，怎么没去吃中饭？经理，我不饿。梁总找你去办公室。哦，是的，总经理他请我吃了一顿还蛮丰盛的早餐。所以我保到现在。梁总请你吃早餐？也不算啦，总经理说有一家网红名店打算进驻我们百货公司，他需要一点年轻的意见，所以找我去试吃的。哦，这样子啊，蛮好的。I feel like he has a crush on the director. 哪有网红名店要进驻？难道森森要我招你进公司是看上你了？你看起来像一朵白莲花，其实根本是朵野玫瑰。经理，怎么了吗？ I think he's, 没什么事。哦，我突然想到，周年庆的目录等一下就要出了，我就尽量派你去外勤，看你怎么接近我的森森。嗯哼 ，I knew it. I think I knew from the beginning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interview. 果然是上流。我送水果来给你啦。你不是应该积极展开寻人任务吗？有，关于陆思琪的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了。只是我发现，如果不营造一个富二代的形象，根本接近不了陆思琪的人脉圈。所以呢？所以我需要你帮我变身啊。要加钱的意思。没有钱哪来那些行头啊？我跟你说，金钱虽然买不到爱情，但是没有金钱却会浇熄爱情。行吧行吧，你找到陆思琪，你要成立什么公司、什么基金会，随便你。Man， 人家你要麻烦，以后你是总裁，我是社长，我们就是合伙人关系。随便，你要当社长当社长吧。明天厂商等着看销售分析，麻烦你了。怀恩，今晚是我和男朋友的3个月纪念日，明天要交的月结表就拜托你啦。You really shouldn't stay this late.
点一天天一瞬间才发现那一条坚固却让我可以学钢琴附上我的第一首创作希望你会喜欢能够为你带来好心情我明年就要上大学距离能够到海神百货上班的目标又更进一步了我会好好加油的我在这里等你总经理总经理你怎么还在是我要问你吧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公司啊还在工作啊又在帮别人做了嗯有人一起做不是更快 No 金钱虽然买不到爱情但是没有金钱却会浇熄爱情不存在爱情没想到带着你年纪轻轻却看得挺透彻的You look snappy Yes You look good Hey 美女虽然你坐在这个角落但我觉得你才是整场的主角我对红酒过敏那你累吗？为什么？因为你在我的脑袋里已经跑了好几回。Oh my god！ 那看来你的脑子不大，走没两步就走完了。Stop! Stop! Oh, my lord！ 请进。你怕？你找我吗？是啊。是要我来试猪排吗？这样不太好吧？万一被其他同事说闲话，我是没关系，但对总经理来说，这不是你该担心的事。嗯，过来帮我把肉切小块，然后喂我。Yes. Oh, sorry, sorry, sorry. Oh. I'm gonna step out. Oh.为什么不反抗？好啊。你如果不反抗，我就认为你愿意。Always try and teach my lesson. Ah. 对啊，对于不合理的要求，你要懂得拒绝啊。原来总经理说的是这个。What else did you think? Oh, you dirty!
我知道你很善良，但做人光是善良是不够的。如果你不懂得拒绝，别人会以为你毫无底线。Yeah。是，谢谢总经理，我会记得的。快吃吧，都凉了。好。我是陆小姐的男朋友，让我来就好。你谁啊？我是你的莲友 JJ 啊，你怎么把我给忘了？我们在 Peter 的生日会才见过哎。我管你是 JJ 还是 YY 啊，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尽管笑吧。哦，被你前女友这样无视，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笑。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一面。啊，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狗眼看人低啊。我存在感真的那么低吗？你存在感高不高我不知道，但是你的道具费、制装费这些都挺高的，全部都得扣回来。我真的尽力了，是那个陆思琪眼高过顶，我又不是真的有钱人。有本事的人找方法，没本事的人找借口。你嘞，还不是被那么瞎的理由分手？一定也是因为没钱了吧？我关你什么事啊？总之你事情没做好，被扣钱天经地义。什么话没说清楚就走啊？既然来的地方不行，那就试试看出事的地点吧。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这些可是我回去致富的宝典呢。No。如果没有海义，就不会有钱和这些东西。可是我却没有完成任务就要走了，知道我就这样消失，海义会不会想我？唉，希望他看到那些讯息能够谅解吧。Don't you dare jump off of that. 不管了，阿妈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Don't you dare jump off of that. 下去吧，回去就靠这次。哎，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千万不能做傻事。放手，不关你的事。我们应该是朋友啊，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我会尽全力帮你的。你看没有人帮得上忙吧？你不说怎么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睁开双眼，发现你已经不在原来的世界了，你要怎么办？是哪一款游戏，还是电影啊？是啊。爸爸，爸爸，我走了。爸爸，我走了，我走了。爸爸，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海义，很高兴认识你，谢谢你，我走了。喂，传 LINE 什么意思？哦，没什么啊，就考考你还记不记得在别康桥？什么桥？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才有病嘞！
大半夜的不睡觉，查寝哦。对，我就看你是不是在跟哪个妹子乱搞。哦，哪来的妹子啊？神经病！你有没有女朋友？哪有时间啊？赚钱都来不及了。那如果有时间呢？啊，你突然问这干嘛？没事，睡不着，闲聊。哦，有时间，那也要遇到喜欢的人啊。你喜欢什么样？我。我先睡了。哼，那小子特别打电话给我，看来是很在意我的 LINE。 啊，不管怎么样，他都对我有恩。夫君，李双在办公室。总经理，你怎么在这里？这是你的吗？对，我手机怎么会在你这？你掉在茶水间了，我怕你急着用，所以一早给你送过来啊。太好了，谢谢总经理，谢谢。走吧，送你上班。嗯。No, we're not doing this. No, nope, we're not doing this. Bitch. I'm not ready. I'm not closing my eyes. Like, if I don't see it, I can't. I can't. 谢谢。才见面几分钟，你已经跟我说几次谢谢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It's a bubble machine.怎么样？最近工作上有比较习惯了吗？嗯，习惯了。现在同事们都很照顾我。是吗？嗯。好啦，如果之后遇到什么不知道拒绝的事，你记得LINE我。好，谢谢总经理。我讲谢谢。那我们公司见。公司见。谢谢总经理。
可爱了。God， 这你不用知道，总之你出面就对了。我本来也是很有自信，但经过几次交手，发现要接近那个高不可攀的陆思琪，没有过硬的背景，根本是痴心妄想。你假冒这个富二代去接近陆思琪，他名气够大吗？他需要的装备呢？哇，太好看了吧！我要来试。不要盯着我看啦，转不去。谁看你啊？看衣服好不好？啊。怎么样？帅不帅？打雷了！What are you doing? Okay. Leave me like that? Okay. 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the broom? Was that a broom? I'm sorry, what? Where are you going? What are you doing?Oh, I bet I know what he's doing. He thinks lightning will bring him back to the year 2000. Lightning strike.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that. Okay, I get it. Oh, okay, I remember. Okay, I remember. Oh.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watching episode 2, History 5, Love in the Future. I hope you guys stay tuned for the tomorrow. We'll be every Friday, a new episode of Cutie Pie is out, so stay tuned to that. I will do episode 3 either Monday or tomorrow, so stay tuned for that.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